然后这里最重要的几句话我还是要提出来，不管你是操作者或以后你是重病患者，到重病使用姜的时候我就非常讲究了。我这里写的是什么？有机姜。不要听信人家讲的说这个有多好那个有多好，我曾经也都用基金会的资源去把这些都尝试，人家说有多好我就运来基金会，然后开始就送去检验，结果一检验出来根本不合标，然后根本是有问题。所以我终于确定一件事，卖姜的从来不说他的姜差。我这一句这么简单，但我竟然花了很多钱才理解，你看我有多笨。所以我这样全球这样跑来跑去，各国的姜我几乎也尝试过了，到最后我认为到最后只有一个检验的标准，因为这个要检验你们患者是不可能做的，了解吗？那什么是让你们能够保障呢？简单的讲就是有机姜，已经被认证的有机姜。那有机姜我认为能够被认证而具有公信力的更好，所以我几乎是以怎么样，我现在的标准到重病我要挑选最好给他，我也不再化验，反正我认证什么欧美有机的认证，包括人参，我也是希望说这个人参的认证是怎么样有机姜，但是是怎么样欧美都他输到欧美也都能够被承认，那这样患者吃了你就怎么样心安了，了解吗？除非你有把握你拿到的真的是有机姜，然后你也去检验，然后也花了一段功夫，然后确定没问题，这 OK 了解吗？如果没有，你看这个时候到重病来我们在谈的时候是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？生命交关，然后你生命交关每一个细节你都要注意，尤其姜的品质，我就你到重症我不会还可以睁眼闭眼，你因为有时候外敷就好了，那个不会怎么样，你用的姜差一点也不会怎么样，但到了这个时刻品质差一点有时候就会差很多，效果就会差很多。我不瞒各位说了，有些国内用的我听到的就有这样的案例，这都是亲口听到，而且都实实在在，他们都可以知道哪一个点怎么样。有些用了结果乳癌，用了他们姜的就越用越烂，然后用的方法又没有错，问起来通通说原始点，那怎么温敷啊，怎么样撒姜，他们都照做，但是就是不行，最后联络到这里来，然后再寄我们的姜去，结果他一个礼拜就改善了，方法一样，所以这给我感受很深。为什么？原来最后直接进去的热源，有机还是比一般的怎么样还要好，哪怕差一点，而且有机又经过认证，吃起来也怎么样没有负担啊。你不用考虑很多，那差一点点钱，重病患者会在乎那一点点钱，有机跟无机当然价格会有差，了解吗？如果你们是重病，你会挑选有机还是一般的菜市场的姜？但有机又贵一两倍，你愿意选哪一种？你会选择有机的请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好，因为你是在贫穷到真的不能用有机，又是重病，那愿意吃菜市场的姜，请举手，我看一下。你看你们死也不吃了啊，只有有几个还要吃，那也是一两个，那个都不准。所以你看我们的姜再贵，都没有比西药贵。而且差距天壤地别啊，而且这个是可以救人的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擅自思考，所以到这里我最后当然有机姜会贵一点，但是我告诉我的患者只要重病来
你一定拿有机的，生也是拿有机，那谁认证？不是台湾，也不是哪一个国家，就是欧美认证，了解吗？欧美它比较严谨，了解吗？他如果不是有机，他写有机还是会被罚的，他们不能欺骗的。好，所以这些我是希望，所以为什么我说过原始点，有些明明用了都用我的方法，但是就做不出来，就卡在这里。所以我也去，就是在这里特别提，因为这种案例已经不是一个两个给我，就是最后确实就是寄过去，他才改善。所以用家，我认为还是要找最好。了解吧？哦，这里特别强调，因为这里都到重病来，我几乎都用姜，内热炎也用姜，啊，外热炎也用姜，啊，你姜的品质又不讲究，那最后我的法就可能我的招牌就自我毁了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我是现在基金会就是同意用有机姜，了解我的意思啊？既可吃又可外用，我现在皮肤也是用有机姜，我现在的皮肤是有机的，不是什么有加上什么那个都没有，什么肥料都没有。好，那这个内热炎，这是一个重点，我认为就是先挑选有机，确定，那你们才用，啊，不要再相信别人讲，因为卖姜的从来不会说。我的姜很差了，你放心，都说多好多好，但多好，每个人都说多好，你怎么变？会变的吧？我也不会变，你叫我用眼睛看，我没有神通的，我什么都不通的，我还要拿去检验，那自己检验又那么浪费钱，不如就怎么样？认证，这起码是一个标准。好，其实原始点都化繁为简。专业的就给专业的，所以我告诉基金会，基金会不搞价，也不搞买卖，但什么是最好？基金会比较过之后，我就写，这样就简单化。